刚自己装好了一个这个架子，其实还挺简单的。然后我现在就把这些小框框给它塞进去就好啦。来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成果，现在这个抽屉可以拉出来，然后把这边门关上，转到这边门，耶！前段时间在店里面订的一个小卡包到了，这个是他还没有到店里，然后 sales 说他看到会来货，然后就直接帮我订了。三二一，哇，这简直就是 baby blue， 这颜色太好看了吧！和我之前的这个大象灰对比一下，哇，太好看了，感觉这是有点容易脏的样子。中午点了这个海胆意面，它的海胆是熟的，味道就一般般吧，但是面很香。虽然海胆的味道一般，然后这边是我最爱的那个叫什么火腿肉，还有它的面包，这个 olive oil 是加了番茄在里面的，味道太好吃了，就像小时候吃的那种番茄味好多鱼一样。还送了甜品，中午看的致命女人二，还有一点点没看完的。刚给你们看我刚刚装好的这个 IKEA 的柜子，就是这样的，还给它装了四个角，门是这种弹开的，然后我还买了一个，就等于会有两个放在这里，然后上面可以放电视。来收拾一下桌面，前两天去 Moji 新买了笔盒，之前用的这个可以看出来外径就很黄了。其实啊，我也不是很专业，但是呢，刚刚完成了一个，所以就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可以用这个来调整它的高度，它就不容易晃了。OK， 咚，咔哒，耶！之前囤了好多东西，把它们放起。现在是9:48，然后我一直就是2、3月份还是1月份的时候吧，就让我朋友给我发了这个有一点点迷信的背景，然后明天要入职了，我就想提前换掉它了，希望今天晚上不会再出现什么问题吧，然后明天就要开始上班啦。我想用这个，我知道有些人很反对用自己照片当背景，但是我也没有其他可以用作当背景的照片，就这张吧。Good morning， 现在是早上8:30，我要上班啦。给我的 associate 发个邮件 ，I do want to clear my issue。差点就忘了写 subject title 了 ，meeting。哇，我在 Zara 买的餐具到了，这个玻璃杯我觉得如果喝一些水果茶呀，或者是就是有颜色的会很好看。这个盘子它是有点小碗的，我以为是那种小一点的，然后这个是一个带小花边的，看到吗，很简单的一个盘子，然后这个是那种就是纯白，然后边是蓝色的，就感觉很适合吃沙拉呀，或者 sandwich 什么的。然后这些都是可以进洗碗机和微波炉的，好像。Hello， 我下班了，现在已经是7:40了。然后我要吃个晚饭，太多事情了，完全做不完。然后就是有很多我 team 里面要做的，还有很多就是杂事，因为刚 on board 嘛，所以就很多东西都没有就是处理好。Good morning， 大家，今天是第二天了，我想开一个新的蜡烛，这味道真的太好闻了，它叫 leather， 其实它有一点点的过于香了，所以如果你们不太喜欢那种重口味的蜡烛的话，就 avoid this， 但我是很喜欢他们的 cannabis， 像这个也很好闻，这个比 cannabis 更香一点， cannabis 再清新一点吧。我昨天刚买的这个，我好像还不太会用。What? OK， 而且我很喜欢它这个就是杯子的设计，这样我用完以后呢，我就可以把它用来当收纳。Hello， 我
我今年上山化了个妆，是白天时间一直在工作，然后我就没有时间订那个 Amazon Fresh， 还是下了班以后就家里什么都没有。那早饭是 Lucky Charms， 哎，超可爱的，好久没有吃这些东西了。我小的时候其实是很讨厌吃这些彩色的，但是这次想尝尝什么味道。Rainbows， 还有 Lucky。我现在在上网络安全方面的课。抽到了一个包裹，这个是华人生活馆送给我的一个破壁豆浆机，我超级期待的。它是一个北美的华人网站，在上面买到很多很多家用电器呀，还有一些厨具呀，然后小工具什么的。上面有各种电饭煲、豆浆机，而且他们物流还挺快的。好像第一步要先加热，然后煮一下，然后它再慢慢的搅拌，然后最后再快速的搅拌。我超级喜欢喝豆浆，跟家里人住的时候经常早上就会有现磨的豆浆啊、哦、好香啊，晾一晾再喝。今天的早餐来啦，里面有牛油果、苹果、柠檬，然后我自己还加了 kale， 不知道什么味道，尝一下吧。啊，那它面包看起来不是很好吃，太硬了吧。感觉像吃面包干一样。昨天带了一个包裹，这里面应该就是调料和零食什么的。我从来没有吃过鸭血粉丝，但是最近好像都挺火的。啊，我就为了买这个板栗味饼，感觉会很好吃，我买了两包。有点太黄了吧，也不知道什么味道，我来尝一尝。我的颜色来自天然，来自天然食材。OK， 嗯，还可以，就是很香的哈密瓜的味道。今天的早餐咖啡，然后这个是 kale 加 mushroom 的一个，然后还有一个 plain bagel。买了一个这个玻璃的吸管，之前在我朋友家就特别喜欢，但我好像买它太长了，然后它就跟杯子都不是很搭。你们听这种声音，哇、哦，真的太喜欢了。今天是周四，然后我们团队有一个 weekly meeting， 然后我现在要第一次见到所有人了。我还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书桌，刚刚 set up 好了，就从中间开始吧。这是我买的一个显示屏，然后我买完了以后还没有撕这个，想要在视频里面把它撕掉。一二三，开心，都不知道我想撕它多少次，专门留到录视频来撕掉。然后这个是公司给配的一个 portable 的新买的键盘和鼠标，都是 Logitech 的，用起来就一般般吧，但是感觉比较简单。然后下面是公司配的电脑，然后一般的话就直接把它盖上。然后我自己的电脑，有的时候会打开看看视频什么的。 iPad 的话我是现在用来学这个 SIE 的考试，之前的蜡烛烧完了，那就把它当一个笔筒。这里有一个还没有烧完的，哇，我那天不小心把这个弄洒了，吹灭了以后，然后我忘记了，然后我就把它这样倒，然后倒了我一身，然后那个衣服都洗不掉了，直接扔了。然后后面有三个 Muji 的本子，会写点东西什么的。然后还有一个计算器，这里就是一个灯，好几种光选择，然后强度也是不一样的，还可以在这里无线充电。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很老的镜子，这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的镜子吧，但是我就是不舍得扔。这边呢就是我平时会用到的口红和眉笔，就是如果我要开视频，那我就赶紧画个眉毛。然后这个也快用完了，就一点点了，我想把它赶紧用了。这两支口红，一个是Charlotte Tilbury 的 Walk of Shame， 这个我觉得超级好看，然后又非常的日常，就不会过于夸张。这个是红一点的316，基本上只有书桌是我的，是完全弄好了的。我现在要去扔个垃圾，就是那天买小茶几的，我有包装，超大一箱，然后还有一些回收垃圾，把它们扔掉。
外卖到了，点了 sweet greens。本来想自己出去买的，但是我家附近的那个不知道为什么不开，然后我就叫了 Uber Eat。哇，你们看这个牛油果真的超好，超软。因为有三个洞，也都直接倒进去了。我最近在看《哲人王后》，我觉得真的超级的好笑，就是啊，《太子妃升职记》的韩国版哈。突然发现我的桌子这个也没有撕，把它撕吧。锃亮。我刚才看我朋友的视频，他说泡澡的时候可以看 Why Women Kill， 然后我想我这周还有一集没有看，我就可以泡个澡。是蓝色的，是雏菊的吧，好像是菊花的。 OK fine， 今天是蓝色的。 Why women kill？ It's a sick of all your Good morning， 这是今天的早餐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饼尝尝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我没有吃过板栗饼，但是又觉得特别的熟悉，就是有点干干的吧，嗯，感觉有点像在吃奶粉一样。准备出门啦，我背了一个很大的包，因为我想等会把相机装在里面，然后喷一个夏天最喜欢的香水。欧龙世家的无机乌龙，超喜欢。我们来 IKEA 的这个 Planning Studio 看看，有没有什么可以买的，然后还可以试坐一下，好像还蛮大的。这些椅子还挺好看的，这是浅紫色的，可爱。买了一个 cupcake。你就在店里把它吃掉了。嗨，果汁。买了一个小戒指，然后想再来 Chanel 看看。哇，超级大的海报，我觉得这个项链很好看。上面还有。进了一家越南餐，就是越南春卷，我特别特别喜欢吃这种，很好吃。刚才在外面还买了一些 Muji 的东西， Muji 的两个这种盒子我可以用来收纳化妆品什么的，另外它这个也可以盖在上面当个盖子，然后还可以再一层一层再摞上来。我还买了一个 Muji 的本子，有小点点的，但是大号的没有了，我喜欢用这些来做笔记什么的。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笔是淡紫色的，好好看啊。谢谢大家还会回来看我的视频，我以前好像也有就停更过一段时间，但我这次应该是停更了快八个月了吧。我刚刚搬来纽约之前就是过来玩个几天啊什么的，所以对这里还是不是很熟悉。推荐的餐厅或者可以去玩的地方呢，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。下周的话应该有朋友约我出门吃饭啦。好吧，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